胖胖虎，贝贝灯。鲨鱼妈妈，鲨鱼宝宝，我们的邻居请我们帮忙照顾小宝宝一段时间。我们以前照顾过这个小宝宝，对吧？让我们一起好好照顾他吧。没问题。嗨，小宝宝，你要一起装饰圣诞树吗？哦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小宝宝，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吧。没错，我们快来唱躲猫猫歌吧。鲨鱼家族，鲨鱼家族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在这里，找到了。小宝宝，试试看我们烤的圣诞饼干吧。小爱，小爱，太好了，小宝宝你终于笑了。我们出去玩一玩啦。好的，路上小心哦。嗨，鱼精灵。嗨，鲨鱼宝宝。嗨，鲨鱼宝宝。嗨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小宝宝也来啦。哦，不好了，小宝宝，小宝宝哭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能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鱼精灵，鱼精灵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在这里，找到了。听到鲨鱼小宝宝的笑声让我好开心啊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吼吼吼，装上礼物出发吧。吼吼吼。哦，原来是鲨鱼圣诞老公公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谢谢你们，鱼精灵。呀哈！嗨，鲨鱼圣诞老公公！吼吼吼吼，圣诞快乐，鲨鱼宝宝！哦，鲨鱼小宝宝也来了。你们愿意做我的雪橇，帮我一起送礼物吗？哇，当然好啊！可以看到整个小镇呢，好酷哦。没什么好怕的，鲨鱼小宝宝，我来唱一首躲猫猫歌给你听吧。鲨鱼圣诞老公公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在这里，哦，找到了。啊，鲨鱼圣诞老公公，所有的礼物都不见了耶。哦不，一定是章鱼贼偷走的，我们快过去吧。你觉得你能抓到我吗？不可能。圣诞节的章鱼小偷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抓到了你这个捣蛋的章鱼贼。啊，救命啊！
咦，鲨鱼宝宝，你怎么会从烟囱里出来？啊，鲨鱼圣诞老公公也来了！吼吼吼，圣诞节快乐！感谢鲨鱼宝宝和鲨鱼小宝宝帮我找到了被偷走的礼物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！哇，谢谢鲨鱼圣诞老公公！今天是万圣节，碰碰狐要和鲨鱼一家举办万圣节派对。碰碰狐潜入海底游啊游，但是却不见鲨鱼一家的身影。哎，都跑去哪里了？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呢？哇哈哈，你在找鲨鱼一家吗？但很可惜，我已经施了魔法，把鲨鱼一家都关在万圣节城堡里了。你去找看看他们在哪吧。如果你找得到的话，我就把鲨鱼一家放出来，并且给你宝石。但如果你找不到，我也会把你关进城堡里。救命啊，碰碰狐！小朋友救救我们！啊，好可怕呀！怎么办呢？太可怕了！小朋友们，我们和碰碰狐一起努力拯救鲨鱼一家吧！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爸爸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尾巴的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尾巴的鲨鱼爸爸。咦，这是鲨鱼爸爸吗？嘿嘿嘿，你好，碰碰狐，你好，小朋友们，竟然敢惹吸血鬼！再胡闹的话，我就惩罚你们！嘿嘿嘿嘿。天啊，原来是吸血鬼呀！小朋友们，我们再找找看鲨鱼爸爸在哪吧。鲨鱼爸爸，赶快出来呀！嘟嘟，我不是鲨鱼爸爸啦，原来是小丑啊。嗯，那这是鲨鱼爸爸吗？咻，没错，我就是鲨鱼爸爸。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找到我。万圣节，嘟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爸爸，嘣！哈哈哈哈哈！接着，我们来找找鲨鱼妈妈吧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粉红尾巴的鲨鱼妈妈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粉红尾巴的鲨鱼妈妈。快看，这里有粉红色的尾巴，我猜应该就是鲨鱼妈妈。比伯，上当喽！哦，原来是蝙蝠啊，那再找找看鲨鱼妈妈在哪吧。这里有粉红色的尾巴，也有粉红色和黄色纹路的尾巴，到底哪只才是鲨鱼妈妈呢？这里，让我们来看看吧。请问你是鲨鱼妈妈吗？哦，被关在这里好闷啊！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找到我。万圣节，嘟嘟嘟嘟嘟嘟，鲨鱼妈妈，嘣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是谁的尾巴呢？哦，是糖果呢！哟，那颗糖果是我的啊！是骷髅啊，快逃！接着，我们来找找鲨鱼奶奶吧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举尾巴的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举尾巴的
太好了，我正无聊呢，要不要来点好玩的呀？啊，碰碰狐变成骷髅碰碰狐了。碰碰狐你还好吗？我们赶快找到鲨鱼奶奶，请她帮帮忙。橘色尾巴的鲨鱼奶奶在这里。你找到我了，太棒了！别担心，碰碰狐，我帮你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哇，碰碰狐变回来了！鲨鱼奶奶，谢谢你！我才要谢谢你呢！呵呵呵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爷爷吧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绿尾巴的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绿尾巴的鲨鱼爷爷。哦，有个东西在动呢，是谁呢？哎，不给糖就捣蛋，你们要吃糖果吗？哇，是糖果耶！海盗船长，谢谢你。鲨鱼爷爷在哪呢？我看到绿色尾巴了。这是鲨鱼爷爷的尾巴吗？我是科学怪人，碰碰狐，你后面有僵尸。什么？僵尸？在哪？啊！好可怕呀！我们快点去找鲨鱼爷爷吧，鲨鱼爷爷在这里。呦，小朋友们，来到这里，你们应该也很害怕吧？谢谢你们。万圣节，嘟嘟噜，嘟嘟嘟，鲨鱼爷爷，嘣！哈哈哈哈。最后我们要找什么呢？小朋友们快来找我啊，我好害怕。我们赶快找找鲨鱼宝宝吧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尾巴的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尾巴的鲨鱼宝宝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看到吗？那里有两只鲨鱼宝宝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看，谁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呢？我是真正的鲨鱼宝宝。不，我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谁才是真正的鲨鱼宝宝呢？没错，我们可以来看看尾巴。鲨鱼宝宝的尾巴是黄色的。耶、yeah! ！我们找到真正的鲨鱼宝宝了。我的朋友们最棒了！哦，oh, 我以为能骗过你们。哇，鲨鱼奶奶，鲨鱼爷爷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妈妈，鲨鱼爸爸，我们找到鲨鱼一家了。小朋友们最棒了。吼吼，碰碰狐，小朋友们你们好厉害呀，我会照约定把鲨鱼一家放出来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享受万圣节派对吧！哇，太棒了！